各位贵宾，欢迎莅临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大觉堂，观赏由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主办的乔达摩梵拜音乐会——佛光山人间音缘梵乐团2012巡回演出。今天是我们此次巡回的最后一场演出。每年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举办各项的艺文活动，将好的歌曲传唱净化人心。在音乐会开始前，先为大家介绍主办单位及与会的贵宾。首先介绍佛光山开山寮特助慈慧法师。立法委员许志杰立委。协会理事长陈顺章居士，现场还有我们许多的贵宾及护法功德主，由于时间的关系，无法一一唱名。在此，主办单位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感谢大家对此次音乐会的支持，感谢所有的贵宾。乔达摩梵拜音乐会，佛光山人间音缘梵乐团2012巡回音乐会开始。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指挥邱世昌老师所率领的佛光山人间音缘梵乐团。在节目的开始，邱世昌老师及梵乐团将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曲目《将军令》。这首曲目表现出古代将军打仗时的威武豪迈的精神与气魄。现在，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邱世昌老师所率领的人间音乐梵乐团所带来的《将军令》。
真善美。接下来由台南佛光合唱团将为我们带来《圆湖之歌》及《爱游戏秀》两首曲目。台南佛光合唱团团长蔡国华为响应大师以歌唱弘扬佛法的信念，1999年推动了台南佛光合唱团，全体团体以音声弘扬佛法。2010年更在南台别院举办了一场成立10周年的感恩音乐会，也曾经参加全国社会合唱比赛，获得优等殊荣。团员们及团长蔡国华居士、指挥陆一禅老师都希望能用爱唱出人间的乐音。今天他们将为我们带来《圆湖之歌》及《爱游戏秀》。《圆湖之歌》是由星云大师作词，刘家昌老师作曲，曲春泉老师所编曲的。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台南佛光合唱团。Oh,
南佛光合唱团是一群佛光人，因为有共同的信仰，并希望以佛教的歌曲感化大众的理念所组合的。合唱团秉持着星云大师的理念，以音乐弘扬佛法，落实人间佛教，净化人心。早期大师为了弘扬佛法，亲自撰写的歌词，并邀请大众一同谱曲。自2003年起。 全球五大洲有30多个国家的音乐爱好者热烈响应参与，多年来以30多种的语言成就了千百种不同的乐曲。接下来是佛光山丛林学院的学生所组合的梵呗赞颂团，他们今天将为我们带来特别的演出，有《寇中记》《南无千华台上不设那佛》《六成垢》。 观音发愿文，在今天上半场的音乐会，希望这些精选的歌曲能够供养大众。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佛光山梵呗赞颂团。 Oh.
星云大师尝试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融合的创作方式，将拜拜结合敦煌舞蹈，活跃巡回亚洲、美洲、欧洲、澳洲等30多个国家的音乐弘法大会。从1995年起，佛光山拜拜赞颂团速度巡回全球各地表演，把佛教的音乐从东方带到西方，从修持礼仪的殿堂带入国家艺术殿堂。让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谢谢佛光山。请大家于3点钟前回到现场来观赏下半部的表演，谢谢大家。用那个美好的音乐去传承哈。我的师父曾经有讲一句话，不好意思，我还没怎么样，没关系。我们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哈，说我们这些音乐一般都是在寺庙的殿堂里面唱哈，而且都是面对佛像唱。那他说。也应该可以对一般的大众唱，而且也算是，比如说过去我们老是知道说西洋有很多的宗教音乐，天主教什么，可是很少人知道我们中国人也一样有宗教音乐啊，而且我们是相当的多，而且甚至于这个历史很长，所以我们有这个意思说把这个介绍给世界各地的人。是，那我们创赞团如果这样子讲起来，应该是成立多久？因为我们佛光山上的有什么？快三十年有了吧？哦、是刚才有讲，我也搞了这么久，都忘记了几年，好像30多年了。是，那是30多年来都是会这样子吗？海内外到处去？对，我们几乎各个五大洲都有了，然后五大洲都去。对对对对。那今天这个场次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吗？这个我今天在听哈，因为我们走过世界的表演场，都是那个国家的这个顶级的表演场，但今天我们这个大剧场，我觉得我们整个的音效，哦，当然设备更不用说，整个的音效相当有水准。而且气氛也特别好，是，好像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曲目里面都是大师亲自填词，是不是？那大师在这方面创作很多吗？有，我们有一个叫《人间姻缘》哈，今天唱的那个《爱就是秀》啦，或者是那个《云浮之歌》，歌词都是大师写的。大师一共有写了200多首的歌词，那我们曾经在。5、6年前吧，应该是，就我们办了一次曲子，这个200多首的歌词征求大家来作曲，而且我们作曲的人是全世界的人，所以很多人来应征啊，来作曲，因此目前我们有100-200首的大师的歌词。是，所以刚刚讲到爱就是喜嘛，那这是用台语去表达，大师也这么融入，因为他本身是江苏人嘛，对，他的这些词，他的歌词里面不但是爱就是喜，还有其他的哦，都是用台语唱的。后来我们向全世界争取以后，因为这些歌词我们就被翻译成几十种当地的语言，所以他们就当地用当地的语言，甚至于我们曾经有非洲的祖鲁族，他把它中文翻成祖鲁族的语言，然后来作曲，真的啊，很有意思。对对，哎，那今天在这边的场次算是规模最。哎，这个因为以我们过去在各个国家的那个大的这殿堂表演过的经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在这里听，我觉得效果相当好。哎，都说我们自己的国家剧院了。对啊，我尤其我们很希望我们南部也有这么好的表演场。好，谢谢主。好，谢谢，请。